集齐五颗能源核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小心！工作时间不准吃泡泡糖。说了不准吃泡泡糖。长官，是能源核承受不了激光，爆了。立即报告星冕，这新星球能源核是假的。他们是炸毁古灵星的重犯，哪怕失忆了，也要严加防范。是。这样，他们就再也出不去了。笨蛋，这样我们也出不去了。解封吧，记忆。马上出发，必须找到灰星星球能源核。Here, here, subscribe my channel.